是你知道最近发生什么代志？你知道？反正唔知吼。我今日总之是我再甲你问吼。八月三号的头城枪击，八月三号的五节民事，你知道？这知道？大 K 十月七日大 K 银楼抢案，甲查昏新型式的枪，你知道？这四件吼。把你看第一的眼镜杂志来对啊，我们是排在最后一名，第十九名啦，我都不讲啦，啊，黄埔金门马祖也不讲，那第十九名，上尾一名，这就是咱的彼岸。你讲拼出宜兰的好生活啊，我有发现啊，所以讲看到讲王杰去红拍，红拍穿啊，咱嘛心嘛不甘啦吼，啊，包括王杰拿红手。五家民宿有穿你正常，昨昏透早，今日透早，伫南龙路搁开穿，拍死一个啦，朋友，应该你事先下这个报告内底爱对着，爱对着，安怎样来保护咱环境的性命？安怎样来保护咱乡亲的性命？迄毋则是一个幸福的城市，咱袂当会防惊呀，过来。咱看到高雄啊，火烧遐尼大，火烧遐尼大，智商啊，这份逻辑啊，大甲做生意做伙，啊，咱其他官嘛是唔敢管做起这个厝啊，朋友，你厝这问题，你拢爱处理，你拢爱处理，哦，就是讲，局长无甲你讲，你嘛爱问啊，你今报告，你嘛爱家己去报告，哦，安那边啦吼，检察局局长唔是你任用的，是顶头派落来，但是。嘛是伫你的整个团队啊之一啦吼，所以讲这两个月来，咱宜兰县的治安忽然间出现这么重大的变化，今仔个局长伊也负相当大的责任，伊到底来宜兰县是要甲你帮忙的，还是要来甲你害的？哦，咱相信哦啊，这伫单位这顺利啊，我会帮你哦，好好啊来监督啦吼，你。